过年的风景，事情经过已经十几年了。洪水英，洪水你是我的亲大姐。当初之时，我离开洪山所在，站在你的身躯边，拔下烈魂武器。可恨想不到，你竟然同款四处以我自对的。我有讲过，只要我洪东宇在世之时，一定要做下一个有名声大臣哥。心有气我。太阳不计其数了，站在江湖之上，我们爱所有人开炮啊！安东西，但是安水英，你竟然站在我前面一个完工之时，后面就将我抛开。真济兄弟都定来跟我讲了，真是气不过，但是我却无太下时机，我若是有机会者。你们清楚，还是你安水英，小我摸棒主人呢？你们早干别去，因为我的女儿跟我儿子拢在大厅催我呢，带出四号走。走。哎呀哎呀！明日先回来到前厅，莫非是要打点先？哎呀，他到底我到底是谁？连我家也催他。安尼吼，啊是你较了解，你卖去。乖女哩，因为你已经细细念细介久啊，我想讲你药啊敢未吃啊？啊，对啦，人若有理会啊，早暗拢是爱吃药啊，先从先未知，哎呀，好诶！我着会记起你出事的时阵，啊，真正常，敢未是因为我甲恁阿哥伫咧打斗时阵，无死你甲你头壳拽着，而且变甲大汉，真个无正经哦！哎，你家的咧？阿弟啊，嘿啊，你是安怎照顾你好兄妹，来变甲这样型的啊？阿弟啊，这你袂用怪我，你讲的先天后天，个人一寡爱负责任吧？确实有啊，伊先天真正常，后天是我造成的。两个你以为是我乖女哩？够那个对啊，阿爸袂来甲你放生。我知啦，两个有一件代志，阿爸非常的生气。阿先生哦，你敢知啊？啥物事啊？放开啦！安尼是变哪讲话啦？安尼敢会看一下吼？阿弟啊，你的动作吼，伤过大，我查某囡仔呢，到时弄掉吼，内伤呢，我袂记。其实阮两个查某囝，拢是真正常，一日就一定走精去啊！敢讲你也敢管？阿弟啊，我正常，我哪走精？正常的，阿弟后爸心肝内总是有淡薄安慰啊！你也知影你的老母。你个啊，在世时阵是这么疼你，也唔过伊看破一切，出嫁你去啊！我也不再逗留了他，我用心请用你两个中大乡人，希望你能听我的话。阿爸生到到今嘛，会这么生气伫咧过日子，我还讲予你了解客家。对啊，你敢知影？为什么这么混哦？一个洪水英，虽然是我亲大姐。四处在跟我作对，我前面在咧做工，后面在跟我冤家。我所做的工作，有完无都先去摆输掉啊！所以你讲，我去不去闹不闹啊？听爹你讲来，我这点不了解。原来高庙在咱的地方买，恐怕咱以后这子弟兵无都生存啦。对，那对啊，在家里的思想不离咱一家人。再来去洪山所在放火烧烟流产，这小官甲加官去。没有嘞 ，no， 阿兄你哪安尼生啦？阮阿爹对你脚脚无啥正常啊，要放火烧家己清廉的物件，啊你搁甲伊同款，啊你袂用心啦。奇怪嘞，你是伊的查某囝嘞，哎我只不过是伊收留的客囝，我都怨你哦，看阿爹你死红球，我当然要退出来啦。我还是我的阿哥呢，该死都让伊们家底下两个咧冤家啦！天哪！我真是做人的老辈非常失败，恁两个是我亲女儿，前头可能无看出，恁两个竟然卡是我一个欺负来的家里，你为我着想。
你两个吃我内底的洗碗碗，你敢知你那个好阿公？嘿，你跟我作伴的时阵，嘿，继续安尼落去，你恐惊枵死，你敢知影？好啦，哎呦，咱赶快落去那个冤家相骂哦！我伫咧边仔看，我都唔知要安怎呢？唔知要安怎？赶快跟我赶快，就要来到台西的性命啊！我来一条卡波山清楚。我卖教我的两个女儿继续讲下去，我带回老家啦。阿弟啊，我替你，伊两个在讲话，那么啥物？对，恁两个长得爱长毛狼做大事，不是这样来的，赶紧给他吓走。真正我有在搞笑，你这个好计，利用三更迷惑，往搞荒山素材，包括硝烟流窜。要不跟咱两个单人做起，条件无够力，这两个我无可能不忙啊。不如叫下我唯一的爱徒阿文啊，快来！我袂勉强，啊，若无去恁爹厝就好啊吼。今时间无啥物来去。拜托。